那老师们，我们测试了啊，开始了。25秒关门，32米挑战，开始。过啦，很 easy 啊，轻轻松松。你现在是刚几秒？25秒关门。怎么这么简单？好，不简单呐。来，那我考一下，25秒。34米。嗯。好细。怎么找不着了？你在做效果吗？拿一下，没拿住。整个埋进去了。出去了，挺帅的，帅的。我想试一下五个。25:32，好，来吧，准备，开始。感觉很好，很厉害。刘三爷他双向都是双跳，对。他跑的比咱俩还快一点嘛？对。然后关门时间再缩一点，可能如果我们这个25秒34米能拿到的话，关门时间就得缩，嗯，是吧？是的。不再来个18伏的人，好吧？好，两个不服输的人。18才可以。这个游戏感觉也是让男生玩，可以一直玩下去。